小智，我正好想吃小龙虾，馋这口了，这么巧。谢谢啊。嗯，请慢用。艾伦都跟我说了。老板，再来两盆龙虾，要最辣的。好嘞，马上。你不忌口啊？来，给我喝点。小姐，白糖和醋。我来帮你扒。不就是失个恋吗？有什么呀？你都试炼出经验来了，千锤百炼，百炼成钢。你们家小文呢？对。雷达，小文这姑娘真的挺好的，工作中她是你的左臂右膀，生活里她那么迷恋你，对你那么实心实意，到哪里去整这么大个便宜啊？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，抓紧的把人家娶回家吧。这龙虾做辣了。老板，来两杯酸梅汤。好嘞，马上。哟，雷先生。啊，谢谢。许小姐，好久没看到你们二位来我这里吃香龙虾了，我还以为你俩闹别扭了，我可还等着吃你们俩的喜糖呢。老板，开什么玩笑了？我们俩是闺蜜，吃什么喜糖？对，我们是闺蜜。啊，那慢慢吃，慢慢吃啊。对，慢慢吃。我们是闺蜜，慢慢吃。怎么今天想起跑步来了？啊，活动一下。哎，快点吃早饭吧，一会儿上班该迟到了。好。哎，我洗澡了。针对情感刚刚受过伤害的人，不能采取过激的行为，也最好不要再去招惹他。最有效的办法呢，是慢慢的、循序渐进的进行感情疏导。老许，来，你今天抽什么风啊？怎么想起来请我吃早点？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没大没小了。你瞧你来了多少时候？你刚一来，馄饨就到了。谢谢，两位请慢用。我不是为了许志的事儿吗？小志这些天在家里边啊，
老板自己憋在屋里边，时间长了这不是事儿啊。你主意多，你得给我想想办法。老许，他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异常行为啊？没有什么异常行为啊。辞职了，不上班了，每天起床跑步、做饭、看书，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不出来，不爱说话，很平静，平静的像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平静，是不是就是异常？照你这么说，是挺让人担心的，是吧？老许，我看啊，咱们还得对症下药才行。这事儿啊，咱们还得找个专家，让他们帮咱们合计合计。哎，行，好的好的，啊，我也没什么事，就是哪天空了约个饭啊。哎，挂了啊，好嘞。陈老师，小事怎么跟你说呢？什么都没说，情绪还很平静，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啊，也没有想跟我交流或者倾诉的意思。以前有什么事儿，他都是第一个找你沟通啊，现在什么都不想说，这是不是很不正常？应该是这样吧。许志这次用情很深，所以呢，他伤得很深。他的这种情况就像是火山，外表看着非常平静，其实内心压抑着一种巨大的情绪。这种情绪啊，一定要让他发泄出来，或者找点什么事情引开他的注意力。老许，这种情绪要是不排泄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让他长时间自己待着，要有人多陪陪他。陪他没问题，就是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这种情绪发泄出来？这个得你们自己去思考，因为我毕竟不是最了解许志的人，最了解许志的人是你们。我们现在许志的这副药怎么下，还是要看你们自己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办点事儿。办事儿？我都多少天没见到你人影了，我今天好不容易逮着你，我肯定不能让你走。我有急事儿。你有什么急事儿？行，那咱就说事儿。没有什么事儿比咱们工作室的事情更重要的吧？你都多少天没来上班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再不录节目，咱们工作室就要倒闭了。没那么严重，这几天我办完事儿就录节目。你办什么事儿？你就是去见许志。我跟许志真的什么都没有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他需要帮助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他需要帮助，我还需要帮助呢。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雷达，你搞搞清楚，我才是你堂堂正正的女朋友，不是许志。你知道你这么多天没来上班，你所有的工作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扛，我在帮你承担。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我给你打了100个电话，你都不接，是我陪客户一直喝到天亮。我是你女朋友，我不是你的奴隶。小凡，你别激动。我知道，知道你对我好。这样，等有时间我们好好谈谈我们的关系，好不好？你什么意思，雷达？你到现在你都不想承认我们的关系是吗？你是不是睡了我之后你想赖账？刘小凡，当着这么多人，你说这些话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么多人，行，我今天我就要让这么多人都知道你雷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雷达，
白亮，你站住，亮子！喂，我王国坤。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一个家庭会议，一会儿雷达也来，主要是解决许志的问题，所以呢在王闯家开，在我那儿不太合适。我特意邀请了著名心理学家陈宇老师，陈宇老师受邀参加解决许志情绪问题特别小组的专家组成员，为我们出谋划策，大家热烈欢迎。表现不错。这雷达怎么还不来啊？要不我们再等他一会儿？不等了，咱们先讨论吧。王总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？我出差回来已经好几天了，我一回来，医生就让我去医院去体检报告。说我肺部有阴影，是肿瘤。肿瘤看见了吗？
初期诊断肺癌，建议尽快就诊复查治疗。说是发现的早，但是呢要及时治疗。老婆，你身体那么健康，怎么能得癌症呢？是啊，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得这个病，我甚至都没想到我会得病，没想到，从来没想到。哼，看来我真是徒有其表啊。这不，你想想我这两个月前啊，20几个引体向上，你这你是知道的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诺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我这一回来就没回家住，也没见诺诺。我见他说什么呀？我这种状况，他看见了我肯定要怀疑的。还有，我想我应该拿出点时间好好考虑考虑我们俩之间的关系。雷达，在这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汪国坤是一个老年人，是一个60岁的老年人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觉得我的身体各方面机能好着呢，就像一个20-30岁的小伙子，身体充满活力。你看现在，啊，这一盆冷水把我浇醒了，一盆冷水让我清醒了。看来啊，这人不能和自然规律斗，衰老那是自然规律啊。你和自然规律斗，那不就是自欺欺人吗？自娱自乐吗？我呀，是不可能给诺诺一个幸福的未来了。我想啊，就算是这件事，我把病治好了，啊，多活个20年又怎么样呢？我这不是还得走到诺诺前面吗？诺诺才多大？诺诺才40多岁那个时候。40多岁，人不能太自私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放手了，放手，给诺诺一个更好的、更年轻的归宿。你要跟诺诺分手？是的，该分手了。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，陪不了诺诺，也不值得他陪了。老汪，你先别着急做决定。癌症是有很大的概率能治好的，以你的经济条件，又不是治不起。你现在要放平心态，先把病治好了，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。雷达，我今天请你来，不是请你来帮我做决定的，我是让你帮我一个忙。很多话想对你说，小娃。在你面前没事儿，我不会做傻事的。
你说，你到底哪点比不上许志？小文，你别想那么多。我刘晓文就这么不值得别人爱吗？我陪你好不好？大壮，为什么呀？我说雷达，他为什么呀？你说雷达，他为什么呀？闭眼睛，慢点，小心抬腿，不许偷看啊！你搞什么呢？什么神神秘秘的啊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哎，往前走，坐。哦，可以睁眼了吗？三、二、一，睁眼。噔噔噔噔，诺诺独家秘制烛光晚餐怎么样？哎呀，虽然做的时候呢有点毛手毛脚，但是呢是一片心意，不过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好不好吃我都会把它吃光的。哇，真好啊。啊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来，来 ，Cheers！ 啊，快尝尝。诺诺，到饭店吃饭不是很好吗？又快又省事。那可不行，我们总不能在饭店吃一辈子的饭吧？还是我给你做的好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这不是锻炼自己当贤妻良母吗？诺诺，嗯，其实啊，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认真的学做饭。我，你什么？我已经决定移民去澳洲了，去和我女儿一块生活。啊？你怎么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我一声啊？对不起。哎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只不过你这么突然的告诉我，我都没时间准备签证呀。那你的意思是你先过去，然后？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独自去澳洲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说什么你应该听得很清楚了。那我呢？诺诺，我女儿就我这么一个父亲，而你这么年轻，你完全可以找别人，我是她的唯一，可你不是。我对我女儿很重要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俩是不是就可以分手了？你对你女儿来说是唯一，那对我就不是唯一吗？我就不需要你吗？那这么多天你跟我说那些什么海誓山盟，就都不算数了？啊，诺诺，我，你真的以为我们俩在一起合适吗？我们俩的年纪相差这么大。我们的世界观，我们的经历完全不一样。你真的以为我们真的能这么一直走下去吗？不对，老王，不对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你告诉我，我了解你的呀，你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，怕连累我。你才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不遇到。
诺，你听着，你不要再这么天真了。你干嘛这么天真呢？我经历了那么多，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想法？你觉得我和你在一起高兴吗？我不高兴。我真的，我很累。我每天都像喘不过气来一样，我要天天的迁就你，照顾你，我很辛苦。我一直在寻找机会，可是现在机会来了。我女儿说她想我，想让我去陪她。我就欣然接受了。就是这样，我们就分手吧，好吗？王国坤，你简直就是个老混蛋！你舅舅说的对，我们在一起也许就是一时冲动，现在想想就是可能是一时的新鲜好奇。你看，如果我们真结了婚，像今天这样吵架，不就会成为家常便饭吗？我们在一起不光只有新鲜感，对不对？像我这个年纪啊，有一个优点，那就知道悬崖勒马，我们后悔还来得及。你少在那跟我冠冕堂皇，你就是欺骗我感情的大骗子。我选择和你分手，看来是正确的。你看，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你的情绪是控制不了的。我公司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你赶走，王洛坤。吴一诺，我对不起了。你就是个混蛋，王国坤！王国坤，你个骗子，你个混蛋！很多话想对你说，在你面前却很沉默。谁打？哎，老许，你干嘛来了？我那个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按点闲话，有个活动。啊？谁在哭呢？诺诺怎么哭成这样了？被甩了。什么？汪国坤说他要移民去澳洲陪他女儿，不回来了，要跟他分手。所以爸，你那个判断就是对的，这个汪国坤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。就是，我早就说了，这老不正经的不靠谱吧？他就是想泡年轻小姑娘，玩够了就甩了，接着去聊更多更年轻的小姑娘。老牛吃嫩草，整个一臭流氓。诺诺，你跟他分手就对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干嘛呀？这哭成这样了，你这添油加醋呢。圆圆，我觉得达哥说的对啊，你就别掺和了。哎，雷达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反常啊？平常你都说汪国坤挺好的，你不会是知道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就是看诺诺被人欺负，我替他鸣不平。怎么了？喂，雷达。哎，我爸有没有去找你啊？没有啊。
我爸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说他去晨练，这都大中午了还没回来，打电话又不接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你爸不会是去找汪国坤算账了吧？啊？你别急，我这就去老王的公司。那行，我现在赶过去。哎呀，你别去了，你去了你们女人只会越搅和越乱，男人的事儿就让男人解决吧。先生，我们这里是需要预约的。先生，我们这里是需要预约的，请您找谁？先生，您不能进去。王广坤。先生，您不能进去。臭流氓！先生，大骂二人的伪君子。主编，这位先生硬要闯进来的，要报警吗？你怎么解释？我想，这只是我和吴一诺个人的感情问题，并不牵涉到道德，不是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对吴一诺，我只能说声对不起。对其他方面，我觉得我没有必要，也没有义务做任何解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约了件事情，我要出去和别人谈点事情。我先站住！想溜？没门儿！你以为你做的好事一溜就完了？说的轻巧，你和吴一诺两个人的事儿，啊？你这么大的岁数玩弄一个小女孩，啊，说完就完了？走，跟我上派出所。你轻点。徐教授，您是吴一诺的舅舅，是长辈，我尊重你。要是您是不在乎自己的身份，不在乎您教授的身份，那我打电话报警好吗？你还要报警啊？我拉你去派出所看警察来了，是先抓你还是先抓我？走。你轻点，那你打吧，随便打好吗？心虚了？害怕了？不敢打了？好，我来。老许，别冲动，喂，误会。老许，跟我出去。臭流氓，伪君子，你是臭流氓。你先跟我回去行不行，老许？我回哪儿？我今天哪儿都不去，我非得跟这臭流氓把账算清楚。你先跟我回家，听我解释好不好？雷达，你这个混蛋！一到紧要关头，你调转炮口就往里打。你冷静点，老许。我冷静不了。不是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到这个地步了，还能为诺诺想，为诺诺好，哎，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，应该啊，从一开始啊，您就为难我，就各种使绊子，不让我和诺诺在一起。但您的初衷都是为了诺诺，我这身体还真被你严重了。我当初担心就是这样，咱们这个岁数的人呢，不是人找病，是病找人了。徐先生，我这和您这相处这一段时间啊，我觉得您啊还真是个好人。从我心里啊，我还真的想把您当成我汪国坤一个好朋友、好兄长，你看行吗？你认我这个老弟吗？哼，
之前差点成了姑爷，现在，好，我认你这个兄弟，这个兄长我当。那太好了。徐大哥，我想请你帮老弟一个忙，您能帮吗？说吧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我希望您不要把我的病情和我和诺诺真正分手的原因告诉他，替我守护好这个秘密，可以吗？不告诉诺诺不太好吧？那天我提出和诺诺分手，他就大骂我是骗子，摔各种东西。其实我这心里啊，还是挺开心的。他把情绪宣泄出来，好啊。他要是憋在肚子里，那反而我会担心的。憋出病来，我知道他恨我，可是他越恨我，他恨得我越深，他就忘得我越快，忘得我越彻底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请求你，一定要帮我守住这个秘密，可以。为了诺诺，你就成全老王。好，我女儿就我这么一个父亲，而你这么年轻，你完全可以找别人。我是她的唯一，可你不是。我现在啊是坚信并坚持，只有我能给诺诺幸福。你不要再这么天真了。你干嘛这么天真？你不了解我，我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想法？你觉得我和你在一起高兴吗？我不高兴。我真的，我很累。我早就说了，这老不正经的不靠谱吧？他就是想泡年轻小姑娘，玩够了就甩了，然后接着去撩更多更年轻的小姑娘。老牛吃嫩草，就是老流氓。诺诺，你跟他分手就对了。原来我们都误会老帮了哈。平时诺诺总说他身体好，身体好，怎么会得这么严重的病呢？是啊，本来他俩还挺好，很幸福。哎，这一下子就这样了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但愿老汪能闯过这一关。这孩子一直都不接电话。你们都别太担心了，诺诺人小鬼大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哎，美女，你一个人来的，咱俩还真是有缘呢啊！哎，你下回要是再喝的话，可以叫上我。傻孩。喝酒，没问题。喝，服务员，拿杯子。喂。我要见你。何小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来
你听我说。如果你不来，明天见到的将是我的尸体。海棠朝明1702号。慢着点儿啊！哎呀，回家！回什么？我跟你慢点儿！你们这些臭男人，没有一个好东西！不是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这是？嗯，这儿不就有一个好男人、好东西，正扶着你们吗？哎呦，你慢着点儿！水！你在这儿别动啊！你在这儿别动，我去给你拿。